我现在目前呢，正在为给全国的人浪做假手了。不仅仅我自己打造了一个比较完美的手，同时也给全国各地的我残疾朋友，同病人给他们造假手呢。而且呢，向我求助我做手的人呢，他们都是什么？都是一些比较低层次一些残疾人，因为啥？他们没有经济能力来装高档手，然后呢，又不实用的手，他们需要劳动，而且没有都，我看我觉得现在呢，有点一种什么呢？不仅仅我自己给自己打造一双手了，我想把这双手也给他们，因为啥？也想帮助网友同龄人吧，让他们也装上这个，多少生活上能方便一些，能好生存一些，是这样。我叫孙继发，家住咱们中国吧，吉林省永吉县。我今年六十岁，虚岁六十。现在目前呢身体还可以。我从2004年开始说，帮助别人做假肢了。从2004年至今呢，到现在，反正记不那么太准确，大约也得有800多人了。还是我帮你做，又是搓出沟了吗？没有，就把那些都干。搓出沟了。那些照片，没有，一些就是可能。这有的是吧，活动文艺活动，这是当过兵的时期的，这就是我本人。这个是。我是75年，正式参军入伍，那属于正常的这个服兵役。参军在部队锻炼了5年，回到家乡之后，也是刚刚复员那年吧，自己也爱钻研爱琢磨，就是研究什么呢？研究各种电子和可控性起爆装置。在研究试制过程中，这种这个起爆装置呢，正好适合于什么呢？在河里炸鱼。然后我这也是一种玩乐趣。然后带我的一个侄儿，还有一个外甥，带他们俩去玩，一时就是不小心嘛，给自己炸伤了。炸伤之后呢，当时就是说比较年轻嘛，咱们，然后呢，这骨头茬都露出来了，骨头白筋都露出来了。然后我再一口那血就像杀鸡在直喷了，喷血了。这不当过兵吗？也好眼睛吗？多少有点这个经验，自救经验。我一看这形势不好，那个我马上命令我这个领我的侄儿和孩子们等等，我让他们快点，我就把这个给我就这个包扎止血。当地我也那个医生大夫给看，就这么的，完了到医院抢救，那也差一点没死掉了。结果这一伤残之后，一切的这个理想全破灭了。之后呢，在医院住院的时候，那时候身体血非常虚弱，我几次都想这个那。医院楼在楼上都想爬到窗口自己就投。另外呢，家里亲友啊，我的老婆呀，我的这个哥哥姐姐，他们那么的看护我，怕我出事，怕我怕我死，看护我看得特别严。选择生存之后呢，我的也难，非常艰难。你自己吧，生活要完全靠，爱人呐，后期靠孩子的这来维护，就这样，我，立志就想给自己先打造一双手。
既然把自己的手能琢磨掉了，那我就再琢磨一双铁手，弄一双铁手。这是呢，我的亲侄儿，他跟我合作了已经几年了，从九年开始，我最得力的一个帮手，也就是说正重点培养他的做这个这项工作，做技术工作，他现在基本都行了，都能指挥他们了。还有几位，这位我是小女儿，最小的女儿，这个给也做业务员的，大女儿做也在我厂子给做手的包装活，这大女儿，那位是我的顾客，每天都有什么，就是在这做手的。现在这还有两个，还有一个在这等着，这还有这一个在等着，昨天还找一个，现在后天我这边。另外呢，它不仅仅是这么我这种形式的这个手了，而且还多型的，比方说有根据不同情况的，有掌面但是没有手指的，有比较高位的，没有肘关节的，各种有不同的做法，现在基本都能够让他生活上能做一部分工作，能劳动，能自理，就是。他带这个东西吧，就是说为了他能干点力所能及，吃饭呐、骑车呀，或者是干一点活什么的，这个能起到辅助作用，帮他拎一点东西啊，对呀。半掌，没有手指，他是生，就是说。生来就这样了，一半的是，这样的话他就会可以什么？给他这个装法就是，我是这样考虑，尤其一个残疾人，伤残了断肢了，他没有创造经济的能力了，所以说生活上经济没有经济条件怎么办？他需要生活，需要更好的生活，需要劳动啊，怎么办？他就得要需要假肢。但这个假肢装上了，你这也不能劳动，他还是不仅仅不能挣钱，劳动，同时还就是说呢，还得花钱了嘛。你装一个假肢还得花高很大的奖金，所以说你一般都装不行，都认可装我这种铁手。可以。这个手。就属于第三代手，也就是说，它是铁的，不是白钢的。这个因为平时劳动啊，就是比较搞，经常搞伤了，或者是手指就搞坏了，就手这个手套就搞坏了。一得定价洗啊，如果有事情啥的，就他得先换手套，这就不用了，就带他平时劳动，他俩都可以劳动干活。他然后把它摘下之后，就各种工具就可以带了。锥形铁头，一个是锥形铁桶吧，铁管。这样的话呢是把它汇带起来就比较方便，越带越紧。然后呢，还可以任意调整角度方向，如果用这个角度也可以，用这个角度也可以，任意吧，就是。然后这就可以什么，就是可以砸倒了。做手有几个步骤，首先呢要根据伤残的特点，然后呢和工作的需要，他要求做什么，然后再就进行这个设计，要画图纸，然后呢这个进行材料之后呢。我以前是我自己做，现在都有什么来，我主要搞设计，搞制图，包括有时候忙过来我还跟他下料，然后就另外制作过程中吧，因为咱们不是标准化，就是说不机制化，有一种感觉比较什么呀，不一定什么，有的时候就要有某些地方就不一定非合适的时候，就临时的要改动，
就这样，也经过几次改动，最后打的一直打的最吻合呀，最合适那个调我才能算完成。少收他们的钱，也在帮助他们做。很少有这，就是国家给拿钱呢，民政部门给拿钱的，慈善机构拿钱的，很少有这样的，几乎是没有，也只能我少收他们钱了。我现在呢是这样，我图吧已经根据他这个手的特点，已经设计出来了，基本这个设计样式都出来了，尺寸也是。零九年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就帮他 DM 砸焊，就是每个手型都不一样啊，都得按他那手型得 DM 砸出来。这地方还用那什么吗？搁那个泡沫疼的吗？疼啊，咱们这个皮子那不行吗？就铆的，就这个。我叔吧，就是咋的，太坚强了，坚强人。再说也就是一个好人吧，最起码就是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好钻好研。再一个太要强了，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他都能做到，真的。起初吧，我的想法也很简单，我先帮帮我叔，但是通过。这几年跟我叔在一块接触，真的就感觉需要帮助人太多了。但是我爷俩也是就真心的去付出，真心的去做的，确实让我真的就我跟我叔这些年让我感动的地方太多太多，这是实在的。至此，所以说呢，我是这样想，在我，虽然年岁刚刚60，我还最起码身体还能够，这个10年20年，我觉得还问题不大。我总觉得感觉都是一种，现在一种，也是一种乐趣，一种使命感。总觉得这要不同龄人能求助我，我能帮助别人，有一个伤残人，我能帮助人，还感到很得意，也是一种就是，对自己，感觉一种，乐趣，一种安慰。我也觉得像，我也是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不是废人了，我是个有用的人了，在社会上，感觉这个心里非常安慰，非常就是，感到欣慰自己这一点。